Now adjusting the filling machine from 1.7 liter to 1 liter.这些基本上差不多，要两个差不多高就行了。嗯。调的时候两个居中调了，就是。嗯嗯。啊，这里是那个。嗯，八个，这里，再把它锁好两个分钟，这一点关系都不大。我要把那边的灯开了，那边啊，那边的灯开了。这个手动的也是压不上去的，也是那个一样的，对吧？手动什么？手动的压，比如说能压上去吗？盖子也会太软吧？你压不了啊，你手动压都压不了啊。除了转盘的可能做得到，这个是实话，因为他都懂技术的，这一分析就知道。嗯。夹着的你受力不了了，因为你要走。嗯。
现在刚好是在这个圆弧这里，要不就并不到这里，要不就到底下好一点。嗯，现在刚好在这里，有可能跑掉，因为这个东西薄啊。嗯，那如果你用劲就把它往下压了。嗯嗯，要不就高一点，要不就低一点。嗯。调低一点，调到左上面，调到那个上面。中间一点对吗？啊、你不要调到那个交接点，交接点中间好大嘛。啊。好容易它那里可能把那个瓶子往下压了，那就。嗯嗯。调上面一点。嗯。这边调高一点。嗯。现在就是说，这个东西会要么这个东西会对得上，嗯，如果对不上就调这个底下的，嗯，不然的话，嗯嗯。你可以从侧面，你拍在侧面，这样看得清楚。这个垂直线嘛，嗯嗯。主要是怎么说呢，现在国外他就总觉得我投射越多我速度就越快，他有点不相信那种追踪式那种速度。哦，对，他思维这块确实跟国内相差太大，国内他觉得投越多速度就越快。啊对，他是那种思维，他不相信比如说你两个投的追踪式能抵得住，比如说那个六个投，因为那个瓶子一直走的啊，那个有数据可以看得出来。国内接触新州就好快，真的是。嗯。现在卖的最远就是内蒙古、新疆卖的那么远。啊、嗯。按照你中原来说，它接触新东西也慢，这个内陆最少五年。嗯。下来的时候还要再对一下，嗯，就是对那个边边了、啊，看画质大不大了，嗯嗯，有些差不多就不用管了。这两个差不多可以接受。右边的还行，对，都一点点，这个好像有一点点，有点靠右了。一点点没关系，因为它前面还是个锥，它可以倒过来。刚开始是上面是粗条嘛，到下面的细条。嗯嗯。基本上看一下，不然脖颈呢？嗯。好，然后就调传感器。嗯。来，再加上了伸手。那如果传感器刚好在这个点，嗯，你可以实在不行塞到这边来。嗯对。对。那你可以在这里哈。不行把它拔出来，嗯，它在这里了，嗯嗯，因为你还有小的了，嗯嗯。
出去的，出去的要拿个。就会有变化。那挺好的。等下试一下。